谢了啊，我在这都等了两个多小时了。没事儿。我能抽根烟吗？你抽你的。这不是你吧？减肥了吗？替别人班。你这车还挺新的啊。哎，找个地儿坐吧。钱都他们掏出来，听见没有？你们家是不是都耳聋了？全都给我撸下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快点，快点！把钱给了吧。还有谁找麻烦啊？我就把谁给办。怎么都坐着呀？Yeah.
你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下车，你给我下车。为什么呀？我刚才可是唯一下车救你的人。哎，你们两个上去，慢慢上去。B 总幺 A 总幺 B 幺两架，我们看到的是44路。哎，救护车已经出发了。怎么着了？刚确认，车上所有的乘客和司机都没气了。